许变得阴晴不定，回复总是漫不经心。每当我跟你提起，你说下不为例，可是一回头就变本加厉，故意触碰我的禁忌，却还假装是不小心。相处的危机，为后面那句不太合适所接着证据，我早就猜到你的动机，只是还愿意继续。我知道你在努力让我主动的放弃，免去你完美人设被我填上了无忌，难道说我的坚定伤心去，免去你完美人设被我填上了无忌，难道